哎，这个，啊，哈哈哈哈，孩子胳膊真好。哇！哎呀，咋样？没白来，黄虾老吐槽我。哎呦，这明天来就大了。真漂亮。哇，看看我刺老鸭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么多鸭子！哎呀，这边看看，看看，看看。我的天哪！哎，爸啊，你太厉害了！我爸刚刚就在那找这棵树。那边还有一棵树。你太给力了吧！嗯，哎，这可是今年头一批哟！哎，这小虫，你们看啊！哎呀！去，咋样？这几冬的就烂了。啊？你看我怎么样？不错。不错吧？嗯。哎呀！黄瓜香同志怎么样？这回你得打脸了吧？你看看这小蘑菇芽，你看看。娇嫩娇嫩的小蘑菇芽，油亮亮的，真漂亮。这个树长两茬到三茬，这个树长蘑菇。有窝吧？你别以为你爹没窝，跑这么多年山，真的。我没说你没窝的呀。攒了点窝吧。那反正你这窝子也传不了给我。那小芽子我就不采了。这玉皇蘑，咱今年留一点晒晒试试。去年不晒了吗？不炒，直接晒。那跟炒似的。喝汤啊，喝味儿啊。真买它。这蘑菇哈，包饺子那才鲜亮呢哈。我喜欢打汤。我也喜欢喝汤，一个人一个口味。咱今天可以喝个汤了。对呀、啊，打俩鸡蛋。啊。拿小汤一直做，我就爱喝这蘑菇汤。不是匀个小袋给杨奶奶他们送点哈。嗯。这个木头真争气呀、啊。看这芽子有点小。爸，这边的是真漂亮。嗯。你看，每一朵都是，这蘑菇真的像朵花一样，油亮亮的，太漂亮。咋样？争气。给刺老鸭长脸了，这黄瓜香打脸了，告诉我没有啊，市场都没有卖呢。我爸市场没有卖，不代表我爸踩不着。对，咱有窝子，有没有眼见为实，是吧？记不记得去年往外走有一棵树？嗯，也有。待会儿咱俩去看看，不过还得回来，还得往里边走。里边那几棵树刚才也接了。多好，来自香。啊，真漂亮。我记得过去你奶活的间也炒着吃，炒着吃，不过没有那么鲜呢。我那时候我采的多，你奶怎么做的？以后这个玉皇蘑也是越来越少了，那都少了。对，现在不采伐了，这种倒树有的它都是自然倒的，风倒树啊啥的。你风倒树，你现在倒的还是少，没有采伐的多。采伐那点多呀？对呀、啊，你采伐原来我爸他们一采都。两杯筐，两杯筐往家抬哈。对，现在的话，你再想那么多没有了。我的收获这是哈，现在还没完事儿呢，我们继续往里边采。老那个树又有，那跟朵花似的。这棵树好好表现，然后过两天再多长点，咔一整个树，是不是？啊，长。这树挺愿意接的。嗯。是吧？嗯。走，往外走走。这些都是花钱买来的刺老鸭皮。你看那不都是皮吗？那这些。瞅瞅，
咱家的地是肥料，你看看，啊？啊，你不能可一个地肥呀、啊，那都没有啊，你不能可那点。倒着先倒着吧，好了，腐烂了都。这底下全都是吧？全是铁。那边那地上也都是。地今年老肥了。嗯，明天就长刺老牙了。这边就长苞香了。今天地宣地，今天地保证有肥料，全让咱家绿色食品全是绿色肥。啊，蘑菇根儿，黄瓜香根儿，刺老牙皮儿，这大马七糟的，你看，全是今天肥了地。嗯，黄瓜香肥了。肥了。你看看这地里，你看看多厚的黄瓜香，翻地已经翻不动了。这我妈的腿不行，我还在这直播，奶奶实在是看不过去了。干活不行，干吧行吧，行。要不这一垄地都又废了哈，种不了。对，今天再栽点茄子。你买茄子啦？妈呀，咱家平时也不吃茄子呀。啥一颗不栽呀？就跟你杨奶奶家讲话呢，不管啥都要种一点吃，不吃不等于别人不吃，啊？行行。所以我就先这么大地，让它闲着干啥呀？那我这地也不少花钱呢，架条就100块钱，这种的苗我就花多钱，一袋豆角就18块钱一袋。现在大家都，哎，你这秋天你这些菜茄能不能回来呀？那对呀。几捆架条100块钱，你知道200来块钱？哎妈，200来块钱打不住。啊，秋天的菜都便宜，这种地看来不划算呢。那你要那么说，都那么说，那都不种地了，都去买去，谁种的？只要栽葡萄两颗活了。嗯，这还有葡萄树。啊，对，我就往那上爬的，这回水要活了。这棵树活了，嗯，发芽了。这是啥树啊？不知道啥树。我家不知道啥树，种了一院子，到处都是树、嗯。我能不能搁这吃上果啊？能，你放心，你这好拿。对你上哪呀、啊？那不知道啊，我妈惦记，说不定啥时候，哎，奶奶你可慢点，说不定啥时候嫁出去了，然后。你得回来呀。万一你不搁这住了咋整啊？我一走了，然后你不搁这住了。行不行啊？行挺好，谢谢啊，阿姨，休息会儿。你看看，阿姨都比我厉害。我是个废物。你老种地的，那肯定啊。我妈妈这是算了一笔账，种地不划算，买鸡粪200。然后买架条100，买种子乱七八糟又是100多，这划拉划拉，这奔500块钱使劲儿了。对，就这么一片小园子。咱明年搁这块直接搭那个锅台，在这炒菜得了，然后搭个大棚子，咱也不种地了，行不行？行，真的。不是我说真的呢，你得给我留点。就那后面那一块洼的那个地不行吗？留给你。啊，这边都干活留着，行不行？然后扣个大棚子，一下干到头，怎么样？哪怕像我这点土呢，我心中我这点黑土吧。一点点挪过来的黑土。对呀。你就在那儿打，打锅台，那边土不好。是不是？在那后边。对对对，就在棚子那一块儿、嗯行吗？行。又在这块儿寻思折腾上了，我爸郁闷了，听着。